好想自己 DIY 个手绘包包呀。自己 DIY 手绘包好恐怖啊。刚好我闺蜜最近想要一款迪士尼系列的包包，今天就给她安排上。买来麻布包和丙烯颜料，打算换一组迪士尼 Q 版卡通头像。南美纹胶贴在四周和分隔，防止手残。挤出颜料调成奶乎乎的颜色，先分区铺上背景色。热风烘干，用铅笔勾勒出大致轮廓。哇哦，你们看，是已经开始有画面了。接下来开始涂色，注入灵魂。你们啊，我撕胶带也太爽了吧！哇，看看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这居然是一个绘画小白画出来的包包。我猜我的闺蜜呢，肯定会很喜欢吧。嗯。Hey!